你就走，你也太没义气了吧！要好点了。嗯，我是哈利的黑气，已经没了，我好多了。 天耀，天耀，天耀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师妹，天耀，此人是谁？说来话长，他是龙，但他救了我们。龙，罢了，我们先离开这儿吧，我帮你。